钱然吃豆腐。来，服务员过来，最贵的豆腐给我来一份。哇，好嘞，请稍等。你好，这是您点的千丝豆腐，按根收费，请慢用。嗯，过来，这个不用找了。哇，谢谢。 这个按根收费的豆腐果然不错。没钱人吃豆腐。昨天我买球赢了8万8，今天请你吃顿海参。老板，给我来份海参，1人1碗。他肯定又想叫我买单。喂，等一下，海参不要了，来碗豆腐。嗯，你点豆腐。什么态度？哇，真香啊！啊？你怎么不吃啊？ 没事，先让你吃吧。那你买单，我走了。